好，下面我们一起来礼佛忏悔。无尽感恩恩师慈悲怜悯我等众生，愿我们借助大众忏悔之力，拔除三灾八难等一切诸苦，成就真实永恒的安乐。让我们先礼敬尊贵的恩师三拜，南无归依真根本上师佛，南无归依真根本上师佛，南无归依真根本上师佛。忏悔文，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第九善业道品第六之二。佛言：善男子，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十轮，能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折合于过去世一切如来应正等觉，皆悉远离十恶业道，皆悉称扬赞叹如是十善业道所得果报，为欲长养一切众生，利益安乐菩提道故；为欲除灭一切众生业烦恼苦，令无余故；为欲枯竭三恶趣故；为欲少龙三宝种故；为欲断除三界有故；为欲永断蕴界处故；为令一切速入无畏涅槃成故。广说如前，远离十种不善业道，所得果报。是故善男子，若不真实希求如是十善业道，乃至命中而自称言：我是真实行大乘者，我求无上正等菩提。当知如是不特伽罗是即虚诈是大妄语，对十方界佛世尊前狂惑世间，无惭无愧说空断戒，又狂愚痴身坏命中堕诸恶趣。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第八业善业道品第六之一。佛言：善男子，云何名菩萨摩诃萨十轮？善男子，此十轮者，非于法也，当知即是十善业道，成就如是十种轮故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也。于一切恶皆能解脱，一切善法皆能成就，速能盈满大涅槃海，以大善巧方便智光，成熟一切众生之类，皆令获得利益安乐。所以折合善男子，过去一切诸佛世尊，皆悉远离十恶业道，皆悉称扬赞叹如是十善业道所得果报。是故若能于此所说十善业道随手护依，乃至命中究竟无犯，必获一切殊胜果报。世界众生各随其业所现不同，如是一切无不由心，因无明起愚痴邪见而生贪爱嗔恨，由贪爱嗔恨而造生于极意之业，由业受报，或富或贫，或贵或贱，或是或非，或好或坏，苦不堪言。是故修学了达因果，忏悔罪业，除灭恶报，习练善业，招感福报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与无始以至今生，由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贪爱，打伤伤害无量众生；由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嗔恨，打伤伤害无量众生。以此为因，为种，为根，招感十种痛苦烦恼。一则招感令众部位受心惊苦，二则招感众生实苦，三则招感嗔恨习气，
四则招感身长病苦，五则招感寿命短促，六则招感愁魂寻害，七则招感夜长噩梦，八则招感众怨结集，九者招感踏入恶道，十者招感地狱恶鬼畜生苦报，后生为人招感外报，大地咸卤庄稼草药无生命力。思维至此，毛骨悚然，将来恶报实难受其。仰仗师佛三宝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威神力量，令我罪业消除，众业清受，故于今日归师佛三宝发起坚固广大圆满觉悟之心，求哀忏悔。恩师言，业障报障都是自己造恶业形成的啦，一旦成熟就必须承受，除非礼佛忏悔清净者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于无始以至今生，由无明起，欲吃邪戒，因生贪爱，管制伤害，障碍无量众生得好；由无明起，欲吃邪戒，因生嗔恨，毁佛毁坏佛法，灭法篡改佛经，管制遏制僧侣及学佛大众，轻佛慢法、轻师慢法等一切的业障报障，诸种苦报实难受起。仰仗师佛三宝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威神力量，令我罪业消除，众业清受，故于今日归师佛三宝发起坚固广大圆满觉悟之心，求哀忏悔。南无归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。南无归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。南无归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。南无归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。南无归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。南无归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。南无归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身伽。南无归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身伽。南无归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身伽。南无归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归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归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归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归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归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归阿弥陀佛。南无归阿弥陀佛。南无归阿弥陀佛。南无归宝性佛。南无归宝性佛。南无归宝性佛。
南无归波头摩胜佛。南无归波头摩胜佛。南无归波头摩胜佛。南无归狮子吼佛。南无归狮子吼佛。南无归狮子吼佛。南无归毗婆尸佛。南无归毗婆尸佛。南无归毗婆尸佛。南无归宝胜佛。南无归宝胜佛。南无归宝胜佛。南无归宝相佛。南无归宝相佛。南无归宝相佛。南无归袈裟闯佛。南无归袈裟闯佛。南无归袈裟闯佛。南无归大通三王佛。南无归大通三王佛。南无归大通三王佛。南无归未来弥勒尊佛。南无归未来弥勒尊佛。南无归未来弥勒尊佛。南无归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南无归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南无归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南无归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归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归文殊师利菩萨。
南无归普贤菩萨。南无归普贤菩萨。南无归普贤菩萨。南无归观世音菩萨。南无归观世音菩萨。南无归观世音菩萨。南无归地藏菩萨。南无归地藏菩萨。南无归地藏菩萨。南无归除盖障菩萨。南无归除盖障菩萨。南无归除盖障菩萨。佛说十善业道经云，若离杀生即得成就十离恼法。一者，于诸众生普施无畏；二者，常与众生起大慈心；三者，永断一切嗔恚习气；四者，身长无病；五者，寿命长远；六者，恒为非人之所守护；七者，常无噩梦，醒觉快乐；八者，灭除怨结，众怨自解；九者，无恶道故；十者，命中升天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得佛随心，自在受命。是故发愿，今未来际，不行打杀，伤害一切众生，方便救护一切众生，祈求施佛三宝，施寿圆满，加倍早日圆满。愿一切众生，遍一切时空处，念念之间，于诸因缘与能力，成就如上佛所说的种种功德与能力，特别是能智慧的忏悔，勤精进的忏悔，勇猛无畏的忏悔。自归佛，当愿众生少龙佛种，发无上心；自归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自归僧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。何难慎重，祈求法界一切众生，十恶业因、十恶业缘、十恶业果速得消除；十善业因、十善业缘、十善业果速得圆满。众生无边，誓愿度；烦恼无尽，誓愿断；法门无量，誓愿学；佛道无上，誓愿成。无尽感恩恩师慈悲怜悯我等众生，愿我们能完了 ，OK。今天的礼忏活动就到此结束，感恩大家。好，我停止分享，谢谢。